新版变身器，小信真的皮。小信，你觉得项羽和程咬金谁更厉害呢？一个越打越强，一个越打越弱，结果很难说。不同的出装也有很大的影响。是啊，那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吧。第一回合。Round one, ready, go！ 灭了他们！一轮爆发后，项羽输出非常高，可惜技能空档期，伤害跟不上。面对残血开大程咬金，楚霸王只能不甘倒下。一个做干 ，winner。第二回合 ，Round two, ready, go！ 我命由我。可以看到项羽的爆发，面对不输弱弱的程咬金，真是超级的高。尽管程咬金开启大招苦苦支撑，可惜血量还没来得及抬起，便倒在霸王枪下。Winner！ 第三回合 ，Round three，Ready，Go！ 来，做个了断吧。果然，当两边都是输出多的情况下，程咬金再次的硬起了腰板。听说你细数霸王是第一坦克，倒下了你。两个字，揍他！一生无悔。Winner！ 看来这第一坦克之争，还是程咬金更胜一筹啊。新版变身器，小信真的皮。